cause I don't want to shame. I don't want to bring.这周六就要去集训了是吗？对。你要加油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学校的课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做好笔记，整理好资料，等你回来了给你。谢谢。对了，记得带上我送你的幸运星，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好。你是下午6点钟的车吧？记得抬头看天，说不定能看到我放的烟花呢。你之前不是说8点放吗？怎么提早了？牛德华和钟杰有事儿，贝贝去送姚从良了，可能赶不过来。连苏州昨晚都跟我说他有事儿来不了了，就我一个人。天一黑就早点放了吧。苏州？他有什么事儿？说是周六要补课。不过最近也没听说他在补课呀，奇怪。从良哥哥还不走啊？哦，我把这个影评写完就走。最近怎么没看到贝贝姐，也没听你聊起她？她生我气了。因为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我觉得贝贝姐就是被从良哥哥你惯坏了，你这么好，她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？哎，我觉得贝贝姐就是想要的太多，不知足，明明很一般却自以为是个公主，什么也想要。我就不会，我觉得从良哥哥很完美。其实我看于贝贝的打扮也很土，而且他又不学艺术，跟我们也聊不到一起。我看于贝贝骨子里就是没教养，太霸道，无理取闹，根本配不上你的好。从良哥哥还是离他远。怎么了从良哥哥？看来是我误会贝贝了，他说的对。说什么了？你果然没安好心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你装什么呀？装麻袋啊你！可恶！从良哥哥，我不要叫我哥哥，叫我姚从良。我早就想说了，我可比你小，薇薇阿姨。麻烦离我远点。从良，对不起，这是我道歉信。这也太没诚意了！你怎么跟杨从良道歉？怎么道歉？从良，我有错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任性发脾气了。这也太卑微了吧！怎么说嘛？贝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，我出去了。对不起，贝贝。你之前说的对，安薇薇这个人确实有问题。他怎么了？我终于看清他有多虚伪。这种人，就该按你说的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你是对的，之前是我太傻了，还怪你想太多。现在知道我第六感有多准了吧？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？你怎么突然就来了？我来是想问你吃不吃麻辣烫。吃。我请你吃赔罪，走吧。你手里拿着什么？没用的废纸，待会找个垃圾桶扔了就行了。贝贝，以后我无条件信你的第六感。信我就对了，现在知道错还不晚，说明你还是有觉悟的。
我再跟你说说啊，在我的第六感下，你们班还有谁有问题？好。夏老师，你找我？哦，坐下，我和你说。这次学校模拟填写志愿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本省的大学？以你的成绩，完全可以冲刺很多重点大学的。这个学校这几年发展挺不错的，有几个专业在全国都能排得上名次，我还挺感兴趣的。这个学校离家比较近，方便平时回家陪陪我妈。夏老师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都是我陪的，我不在她一定很难过。我知道你很懂事，但是你妈妈要是知道你为了她牺牲自己的前途做这样的决定，我想她也不会支持你这样的想法。夏老师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苏州，你很聪明，也比周围的同学更加成熟，可你的路我走过，我比你更清楚前面的路是什么样。人生比你想象的要更复杂一些，不像书上写的那么简单。所有人都只有一次机会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。即使你是为了你爱的人，可你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吗？你没有问过他们的意见就擅自决定做所谓你认为对他们好的事情，这很有可能会对他们造成负担。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准备和我一个暗恋的学长留在大城市打拼一番，但是我周围的朋友毕业后都回老家了，他们跟我说，女孩子就应该待在家里，多陪爸妈，多照顾他们，这样才能让他们过得安稳，少许些牵挂。那你现在后悔了吗？事实上是，我回家后发现我爸妈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他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我在家里多半都是他们照顾我，操心的反而更多了。最终因为工作调动，我还是没能留在他们身边，我暗恋的那个学长也有了自己的事业，上个月刚结婚。所以呀，不要给自己留太多的设定，最可悲的事就是你一厢情愿为了别人妥协自己，可别人真的不需要啊。现在选择学校和专业只是你现阶段遇到的问题，之后你还会面临更多的选择，也会有更多的因素来干扰你。唯一不变的判断方法就是 follow your heart。 follow your heart。 你们就放心好好去集训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苏州的。我也会照顾好陈默的。你们俩还不一定谁照顾谁呢。呀，你电话。我得去放个水啊。陈默。啊，你也喜欢小雨吧？没有啊。你怎么了？你来了。你今天很漂亮。你今天约我出来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我们宿舍社长康帅他一直很仰慕你，
想请你吃个饭，你就随便跟他聊一聊，我就可以一个月都不用打扫寝室。所以请你帮个忙，就跟他吃个饭。对不起，这忙我帮不了。钟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他马上就到了，就吃个饭的时间而已，求求你了，就这一次。华仔，哎，康帅，哎，你好，钟姐，我是二班的康帅。你好。哎，华仔，你不是说还有事儿吗？对，我还有事，慢慢聊哈。好好好好。喜欢吃什么？随便点，我请客。虽然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很早就知道你了。每次学校公布成绩榜单，你的名字总在前十名，而我就在下方默默地守护着你。下方？我好像没见过你的名字啊。当然要再往下一点了，我的成绩一般稳定在400名左右的位置。别光聊天，吃点东西。来，吃，吃，吃。不好意思。钟杰临时有点事儿，寝室还是我来打扫吧。走。哎，华仔，华仔，你耍什么帅啊？对不起，今天是我的错。走都走了，干嘛还回来？我就是觉得心里不对劲，有点难受，还有点不爽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难受什么？我也说不出来，就好像你看到张璐给我补课，你心里不爽一样吗？我哪里不爽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不爽了？再说了，张璐给你补课，关我什么事？你都把笔折断了，还总是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俩。我说了，那是因为笔的质量差。哦，你信了？我不信。不信你哦什么？我又不是傻子。你就是傻子，哎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干嘛呀？我觉得康帅还挺不错的。哎，你说你之前梦到我在书上写我的名字，这说明你已经进入了青春期。进入青春期的女生，雌性激素就会增长。所以就有了对异性关注的需求，甚至想入非非。作为一个正常的女生，这很合理。书上说，进入青春期的女生，就是行走的荷尔蒙。哎，这你之前给我讲过呀？我。但是啊，我家里很传统，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。如果呢，你要是非要特别特别的仰慕我，我怎么说也不听啊，拦也拦不住。那，那你可以尝试着跟我考同一所大学。我跟你考同一所大学，那我得少考几百分啊。如果你跟我考同一所大学，我就没准儿，说不定保不齐给你一次机会。但是，这机会我也不是谁都给的。你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哦。你也是啊。给你，你把这些零食吃完的时候，就是我回来的时候。你们培训班，除了根据我第六感觉得有问题的那9个女生以外，其他的你还是可以好好相处的。我们培训班就9个女生啊。我知道。啊。你要好好学习，别贪玩哦。你放心吧，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单凭我的文化课成绩是很难和你一起上大学的，只有艺考才能让我离你更近一些。就算我们不在同一所大学，但至少我们也要在同一座城市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到的。我也会好好加油，我们一起努力考大学。嗯。
你去那边要按时吃饭。来，同学们，把车票都拿出来啊！坐好，来，腿收好，坐好啊！沉默，你也喜欢小雨吧？没有啊。你的犹豫已经说明答案了。你一直在回避小雨，是因为我吧？你爽约不去陪小雨放烟花，也是因为我吧？我本来是这么决定的。但是现在我改变想法了，我会去陪小雨看烟花的。沉默，我不仅要陪小雨看烟花，我还打算把一直藏在内心的话都告诉她。但是我想先告诉你，很多事情只有一次机会，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。我不会再因为你而改变我的想法，你也不必因为我而退让。小石说的对。Follow your heart， 跟着头走。那是 head。跟着你的内心想法走。可我知道，我什么都不如你。你从小就是大家的偶像，所有人都喜欢你，我也在内。你是因为我学习好才和我成为朋友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感情和能力没有关系，是不是能力决定感情了？能够决定感情的只有感情本身。芒果比橘子贵多了，可小雨对芒果过敏，更喜欢吃橘子。不是你认为做对小雨好的选择就是适合她的，应该让小雨自己做选择。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再退让了。希望你也能够面对。哎，同学，车票。哦。哎，好的。同学们坐好了，系好安全带，准备发车了。你是下午六点钟的车吧？记得抬头看天，说不定能看到我放的烟花呢。就我一个人，天一黑就早点放了吧。发车了，同学们系好安全带啊！那坐好，哎，同学，系好安全带。小雨，有些话憋在心里。一直想对你说，一直想对你说，这么多烟花，应该能放一会儿吧。天一黑就可以放了，一定很漂亮。他们应该看得到吧？那
上车了，拜拜。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拜拜。张璐要是再欺负你，你要跟我说。嗯。我。拜拜。拜。同学，我等你很久了，走不走啊？啊，走走走。来，车票。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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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。哎，周末回哪去了？那陈默呢？下去了。下去了。17岁时的我时常感到困惑，为什么看到喜欢的人会控制不住的脸红？为什么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会莫名其妙的流泪？为什么会因为一件小事就要赌上性命？明明所有人都看出来我对他的喜欢，我却打死都说不出口。生活中每个瞬间都充满选择，而每个瞬间的选择又左右着未来的结果。有时候我真感觉神是存在的。出租车。为什么我没有乘大巴离开？为什么此刻的我一心想着要去见小雨？明明没有公式来证明，但我却非常坚定现在的选择是正确的。赵小雨，
滔滔是绝非无字里行间，昏昏沉沉之乎这一尘出家间，总是这样微微笑着仿佛在说我在身边，但我也本想问问你的意见，可面孔二是心跳加速有口难言，这时的我这样口是心非会不会被你讨厌，这份的烟火点燃每一个盛夏，最好可以感受是我像风儿一样悄悄的失去流淌，春的影彩下心愿前方，张小雨你牵着我走在熟悉的街旁，对不起我来晚了，的紧紧相拥，我喜欢你，真的，大概有3年了吧。上次我是写给你的，这次我奖给你。高考过后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高考前的日子，在教室的那一间，和我熟悉的老师、同学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大笑，还能欺负我的同桌赵小雨，呵护着他，逗他开心，陪着他。如果今天换成是别人，还会这样做吗？还是只是因为我？与你许下这最后诺言，其实别的夏天，等雨一个重逢却不改变，心悸的落泪一定能在我耳边，但梦境再次牵手上前，失去的昨天，最美的情缘。小雨，谢谢啊，干嘛呢？你们两个给我站起来。就算有关系，我们也是作弊为谁？谁跟你我们？我是我，你是你。你是不是跟我做同桌很不爽？其实学渣跟学渣坐一起挺好的，共同退步嘛。你闭嘴！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别影响我听。你居然打的都是优？老师很辛苦的，他教育像你这么讨厌的学生。虚伪。幼稚。哎，我说你别。